五月十日，资深影视女艺人柳嘉玲及温碧霞在中环出席《哈哈熊猫》艺术展览的预展酒会。嘉玲姐姐坦言，现在的自己是一个非常充实的人，除了拍戏外，还身兼经纪人、幕后制片人等多种职务。虽然有些辛苦，但很享受工作中度过的每一段时光。谈到做经纪人一职，就不得不想知道她可有为老公梁朝伟接到合适的工作。最近有一个剧本，他好像有一点点兴趣，所以我觉得我还蛮兴奋的，因为我好像第一次帮他接到一个他喜欢的工作。对，我成功搞过去了。还有，我希望能够促成这个合作，那我有一点点成就感。嘉玲姐喜好爬山是众人皆知的一件事，所以每次聊起这个话题都表现出十分愉悦的样子，更会在网上津津乐道跟大家分享爬山的好处。今天提及在微博上写有“当下年纪更需勤奋”的文章，她坦言这是近日自己在回顾从艺多年的经历，在正视目前的演艺现状后有感而发。我是有感而发，因为我真的到了不年轻的时候啊，所以一定要节制啦、勤奋啦、努力再努力，要不然肯定很快被人家淘汰了。节制是饮食方面。对对对，什么都要节制，你的言行啊、饮食啦、体重啊，都要节制。因为我现在没有那么多筹码可以去消耗了，我只是可以要保存我的实力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